型典礼有的拼。近看看棒棒糖弟弟们的这个烟熏眼妆，果然超符合主题。今天大家是个 rock 的风格，因为呢我们要来那个阿密特，阿密特，对对。那今天我们是个精心打扮，然后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打扮。今天这一次呢，棒棒糖因为是我们的阿密特，算是我们的小师妹，对，大师妹。对，然后今天呢公司有安排说，希望我们可以精心打扮，所以呢我们就给他一个 surprise。对，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是卯足了劲，就算是可以跟阿密特一起，就是共享这个演唱会。对，一起有 rock 的 feel， 有摇滚的精神。我觉得你表现都没有很好。还有你化的妆，然后弄穿这样，穿那么帅，跟正常人一样。你应该，我们应该要很像一个摇滚乐团一样那种态度。要多少要带点乐器来？哦，对。所以，而且现在在这已经做这事，反正等一下有要上台吗？其实我没有要表演。对，那今天纯粹就是一个装扮。没错，在阿密特的号召之下，明星来看演唱会搞得这么慎重，真的都是头一回。